温馨的家庭，我洗漱洗得很干净，可爱的小孩去洗澡，这是命令句啊，没有人会喜欢听。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欢笑与泪水共织的优质动画卡通小太阳。你去忙吧，再见。干什么？我想进来。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5点，公视13频道与您见面。